在国际上，我们遇到很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呢，几乎有一句共同的语言，我们现在需要和谐。和谐在当前呢，比什么都重要。和谐怎么落实？一定要从自己做起。这一句话说得很容易，实际上有一定的困难。困难在于每个人对于社会看法不相同，所以还是六合敬里头的见合同己有问题。这个问题原因很多，不但是古今中外各个地区历史的渊源、文化信仰不相同，跟不上现在科学的进步啊，对交通便捷了，这个媒体的进步赶不上啊，所造成的因素，还有这个外面的环境。就是整个世界走向了真理啊，那么这个是外面的大环境。如果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把自私自利摆在第一位，这个世界要恢复和谐了，那就非常困难。可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在马来西亚，有一次，有一位部长来看我，他问我，要怎样才能够让这个国家地区的人民啊富裕起来？这个话我们听得很多，几乎在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能够听得到。怎样让老百姓富起来？那一般人听到这是个好话。如果我们深入地去思维、去观察，这里面问题很多。自古至今，人都好利，使我们想到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话就问孟子，你这么老远到我国家来，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孟子答复的好，他说：“王何必曰利，也有仁义而已。”如果真的把仁义做出来了，你说利会不会来？跟着就来了。这个就是道德、传统文化带动经济，那是良性的发展，没有后遗症。肯定带出来。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3年，那边的利也带起来了。在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很多国家地区，我当中有个印象，
我在那个地方如果住上一年两年，那个地方土地增值好像就升了一倍两倍。这是我们不是一次，这不是一次就是不是偶然了。我们在美国在这个澳洲非常明显。在美国住几年，土地好像上升三倍，澳洲亦复如是。那从佛法经典理论上告诉我们，人的富贵不是天给你的，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还是自己修的。你前世有修财布施，你这一生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种果报大家都喜欢，都希望得到，但是不知道去修因。佛教我们修因，你修因后面就有果报。对于这个三种修持勇猛精进去做，那果报不再来生，这一生就现前。可是你要知道，这一生现前的佛法叫花报，来生是果报。花报已经很殊胜了，果报可想而知了。所以真的在佛门里也是有生财有大道。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我们可以说这一生会过得非常幸福美满。你这一生所需要的不会缺乏，认真努力去干。那么六合敬，我记得净宗学会，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谈这个问题。当年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没做，没有做到，就希望我呢能够在国外先去做，到处去劝大家来立一个净宗学会。以往净宗的法门叫莲社，所以莲社真是普天之下了，到处我们都能看到。夏老把这个名词换过来，换得很好，在现代化，避免呢一般人看到这个名字说这是迷信，成立一个学会。那么培养学生呢，我们称学院，这两个名称都是他老人家提倡的。我第一个好像是在加拿大，在温哥华成立的加拿大净宗学会，听说现在还在，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以前陈大川主持挺兴旺的。第二个学会就是美国净宗学会。这是第二个。这个学会做得非常成功。会长杨益华居士这一次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个会议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缘起。在缘起里面呢，提到我们修行的纲领。我提了五个项目。第一个是三福。第二个就是六合。第三个是三学。第四个是六度。第五个是普贤十愿，那就够了。这样子
很好记，啊，简单容易记，啊，我们努力，啊，这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以这个做标准，啊，这样子落实我们的敬业，啊，这是净土宗所修学的敬业。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用现在的话呢，也是我们见和同解的依据。啊，三条是一句，佛给我们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这一条叫扎根教育，啊，怎么落实？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用《弟子规》落实孝亲尊师。啊，所以我们学的是儒家，不违背，啊，这是我们的根。啊，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落实。慈心不杀，啊，末后一句修十善业，就十善业道经，啊，所以很多人问我，啊，你怎么又搞儒又搞道？啊，我说我没有，我们完全根据佛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这第一句里面呢就是儒释道这三个根，这三个根扎下去之后，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佛经也打开，善是有条件的，这三条三桩事情做到了，这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第一个基础我们奠定下去了，才真正能够进佛门，啊，这个第二条就是入佛，所以第一是世间法，第二才入佛，你看入佛先叫你修三规，众戒为宜，啊，受持三规，这三规是指导原则，总方向、总目标，不管你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只要是佛所教导的，决定是以这个为方向、为目标，啊，这三规宜，三规宜。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说得好，啊，我读《坛经》，看到他老人家传授三规，啊，他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啊，他没有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所以当年我看到这个，这第一次看这个经本，看到之后，我就想他为什么这样说法？啊，佛教传到中国来。都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他换了字？啊，让我们想到他那个时候，佛教传到中国，依照中国的这个记载，应该也有一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所谓是愈传愈模，大家对三宝的意义误会了。啊，这个误会很容易变成迷信。啊，佛。把它当神看待，啊，那这就错误了。他不知道佛是老师，啊，我们称佛为本师，自称为弟子，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跟宗教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尊敬佛是尊师重道，是这个意思。啊，供养佛就跟供养祖先是一个意思，慎重追远。啊，决定不是迷信。啊，那么真实的意思，《论语》里都说得很好，明德归厚啊，你看。很远的老祖宗我们还记住
提起来都很尊敬。眼前父母哪有不孝的道理？不可能的事情吧？社会风气自然淳厚，是这么样造成。人都能爱戴老师，他学的东西就踏实。我在台湾，那是一个人跟着孙立人军队到台湾。到台湾真是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啊。只有几个同学。所以在台湾的时候非常困难。想读书，环境不许可，要自己谋生的。虽然想学，学习的这个心没断了。一面工作，几乎所有一点待遇的时候，全部都拿去买书买掉了。喜欢读书。从小学到了尊师重道。那个时候对哲学非常爱好，很想学习，就听说方东美先生是同乡，所以同乡不认识，我给他写一封信，寄一篇文章给他看，信写的毛笔小楷，公楷写的。文章也是2000多字，规规矩矩写出来送给他。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我的信，让我到他家里去见面。见面之后，因为他知道我是安徽庐江人，这镇的从小小村乡，庐江跟舒城距离50华里，现在30公里还不到，所以那个地方是桐城派的发源地，这个方先生是方苞的第16代，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问我的学历，我告诉他，我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这个战乱发生之后，跟着这个军队到台湾来了。他说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我根本不敢骗老师。他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写不出来。他怀疑。我说虽然我是抗战期间是学3年。可是我读书没间断，喜欢读书。没有丢开书本。谈了一些这个当时在台湾生活状况，以及抗战期间的一些情形。最后他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诸位要晓得60年前呢，不是现在呀。他说你要到学校去旁听，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句话像凉水浇头啊。当然表现的肯定是很沮丧。老师跟我在一起坐了差不多有5、6分钟，他就说了，
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一堂课，2个小时。所以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课是在家里上的，学生一个，老师一个，在他客厅里的小圆桌啊，每个星期天呢就这么样上课。这不可思议啊，这无法想象的啊，无法想象啊。到很多年之后我反省这个事情啊，这缘从哪里来的？尊师重道啊，这我想很可能他的学生跟他写信不会像我那么恭敬啊，那么见面没有我那么虔诚的态度啊，所以见面就是面试啊，所以以后很多同学们知道了，告诉我方老师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瞧不起，人说得很傲慢，他能够在家里面单独叫你，他那你一定他叫这个缘太殊胜啊，都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尊师重道学了的时候占便宜啊。那我跟张家大师见面也是一见如故啊，头一天见面，以后就约定每个星期啊1个小时到2个小时啊，每个星期都要去跟他见面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了，你有10分沉静，那老师不会舍弃你啊。一个做老师的人总希望有传人啊，有人能传他的学术，能传他的道啊。父母总希望儿女能传承他的家业啊，同样一个道理啊。他不让我到学校去听课，以后我就想到了，我那个时候热爱哲学，没有学过哲学，也没有读过很多的哲学书，没读过。那在他心目当中，这是一张白纸啊，好教。如果到学校，肯定认识很多同学，也认识很多老师，就会学乱了啊。这是他的大慈大悲啊。所以这种教学就像中国过去的师承啊，听一家之言啊，这个事情以后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也就是5年之后认识李老师。那么李老师跟我见面啊，我到台中想亲近他啊，跟他学佛，他就提出约法三章啊，提出3个条件，告诉我你能接受，欢迎你来；你不能接受呢，你就另找高明啊。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从今天起，你过去所学的，无论亲近哪个人所学的，一律作废，这我不承认。啊，你的学习从今天起是从头开始。啊，方老师、张家大师，他都知道。啊，张家大师他亲近过。都不承认了。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听经，只能听他一个人的啊，任何人，法师、居士、讲经说法，
不准去听，啊，只听一个人。第三个条件，你所看的文字，无论是一般文字或是佛书，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准看。这三个条件，问我能不能接受？我那时候听到，心里想到，这老师怎么会这种态度？啊，好像太跋扈了，太专制了，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到以后慢慢才晓得，这个都是防非之过，他好教啊，他负责任教你，你要是同时多听多学，他就没法子教你，你的知见就乱了。过去跟方老师学的，跟张家大师学，他否定了，我们就不能拿从前老师讲的来跟李老师辩论，那么他否定了，他不承认，所以只能跟他一个人学。我想了一会，还是跟他，我就接受了。接受之后，他告诉我有时间性的，这有时间性的多久啊？5年。这就是以后我们才明了的，这个5年学教啊，他就是叫5年学戒啊。从前这个出家的在寺庙拜师5年学戒，就是这个。这个叫扎根呐，所以学东西，他是决定反对你同时学两样，他说你没有这个能力，话讲得很清楚，你只能学一样。一门学的他认为满意了，你才学第二门，就是我们学的小部经，一部经学完，什么时候老师肯定的，你能把这部经上台去讲，他在讲台最后一排在那里听。因为那时候没有扩音器，最后一排听得见这算数。你讲的声音太小了，前面听见后面听那不行，不及格。所以他听经坐最后一排，要他能够听得清楚，那这个样子，一部经才算是勉强。可是我的学习也是加倍，我每一部经从头到尾的时候，我的标准是讲10遍。到哪里去讲的？台中老师自己的讲堂只有2个场地，一个是台中莲社，另外一个是灵山寺。那个老比丘尼对李老师非常尊敬，请这个李老师派学生每个星期天在灵山寺，星期六呢在台中莲社。2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让学生学习讲经的道场。这个讲经每一堂他一定到的。那我讲经，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我是最后一个去的，没有排到我的这个讲堂。我找同学，就在居士，到人家家里去讲，有时间到家里去讲，星期一在张三家，星期二在李四家，我找了好几家的人，我就可以重复讲。我是这一段经文，我就会讲好几遍，所以总是要能凑出10遍。那么老师对我的状况非常了解，他知道我这些做法。他也很欢喜，所以我在那里1年3个月学了13部经，这3部经我都还讲得不错，所以一出家了，白胜法师就找我，就叫我教佛学院，我在佛学院里头一个学期教1部经。
他佛学院三年毕业才用六部，我还有七部排不上用场。那个时候才晓得老师这个方法高明，这四书高明啊，学校的东西就是交叉学习，很不容易产生效果啊，你这专心搞一门，士气之高啊，一步学完底下又来一步啊，接着一步一步一步接着啊，真生欢喜心啊。所以这个中国传统这个教学法对于这个学习的学生是非常大的鼓舞啊，他有成就感啊，这个是一般学校的没办法做到的。那么这么多年来，就是这就变成一种习惯啊，读经没有间断啊，讲经没有间断啊，我的讲经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有一种骄慢态度出来，什么原因呢？我是学生，学生在讲台上练习，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啊，他在那里看到我啊，我这个心态永远保持着啊，每一个听众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在讲台上做报告啊，我这样的心态啊，这是真的。为什么呢？我们跟古人比，古来祖师大义大德比的时候，相差距离很远的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骄傲就完了啊！我永远在学习，学不尽的。古人讲的一句话了：“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啊，只有永远在学地。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成就啊，所以永远学谦虚，学谦让，不要跟人争啊，没有什么好争。我们对佛法有相当的诚信，也有相当的了解啊，不但命里面有的，而且三宝加持，你能不信吗？啊，张家大师当年教我啊，真正发心学习圣教啊，这就是护持正法九住啊。他说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啊，护法神来管，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操心。我相信大师这句话把我的心定了啊，所以无论什么环境都是佛菩萨安排的，都是好环境啊，表面上看的是逆境啊，你只要通过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这是跟我长久的人都看到啊，所以我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有很多地方张贴了的那一张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那是我离开台湾啊，也就是我们离开了图书馆啊，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写的啊，我们离开新加坡我也写了一副对联勉励自己
啊，对于过去现前，永远怀念着感恩。啊，顺经逆境都是帮助我们成长，啊，帮助我们提升，后面还有更大的使命要去做的。啊，那么这些以后同学们都看到过，都看到了。啊，六合敬，我们虽然是念兹在兹，不敢想啊！啊，为什么？头一个三福没做到啊，三福第一福就没做到，第二福就不必谈了啊。第二福受持三规，谁受持三规？啊，三规是什么？皈依佛，佛是觉而不迷。真正的觉而不迷，才是真的皈依佛。啊，皈依法，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僧是静而不染。所以，慧能大师讲，皈依觉，皈依正，皈依静。它是完全从翻成中国意思上来讲，你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这个觉真性都是性的，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啊，也就是佛提醒我，这个是修学佛法的总目标、总方向。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全是修的觉真心啊！如果真正得清净心，得正知真见，你所修学的就真的修到了啊，真有收获了啊！到觉，觉就是佛了，那个觉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清净阿罗汉，这是小乘的理解了。平等是菩萨了，啊，就是佛了。啊，你修什么？修学圣戒。啊，从哪里学起？从持戒。啊，戒定慧三学。啊，戒让你得清净心，定让你得平等心，啊，慧让你开悟。它都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要晓得我们修什么啊？持戒，有很多人持戒很严啊，可是怎么样呢？瞧不起别人，那别人没持戒啊，功高我慢，那算不算持戒？他持戒所得到的是功高我慢，人家持戒是得清净心。错了啊，他不晓得这个戒律那个目标是清净心啊。啊，这个是呢，你不学你就不知道啊。啊，所以这经教重要啊。啊，经教不能不学。啊，那么我们在台中居住的时间也是有限啊，在那只是扎了个根啊，这个环境变化太大啊，所以老师我在台中这个五年跟家下去之后啊，离开老师，所以离开老师遵守老师的原则啊，我跟李老师讲，我说五年啊，老师说提出了五年，我说我再遵守五年啊，守他老人家的规矩十年
但是后面这个五年呢，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他也很欢喜，能把台中这个净宗啊传到国外去，这也是他的一个愿望，我们有这个机会，但是在外国跟中国环境不一样，他们那个社会真的是竞争的社会，年轻人在外国，父亲两个都要工作，我们能够讲经，他们能够来听，一个星期顶多两天，他星期六不上班，星期天不上班，那我们讲经呢，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晚上，顶多星期天上午可以讲一堂，一般呢，星期天他要整理家庭，要清洁环境，所以星期天很忙，第二天就上班了。那么一个星期不能像在台湾一样，台湾是天天可以讲经，在国外就不行了，那一个星期只能讲两天，顶多三天，那剩下的时间呢，这时间就自己练习，我们在自己房间，那个时候我买了个小录音机，放在桌子上自己讲，让音录下去，录完之后自己听，用这个方法，讲台天天要练，不能有一天空过，你才能搞得成功所以我的学习几十年没中断，乐此不疲，我们求进步就决定不能离开经典，没离开经典就没有离开佛菩萨真的要放下所以我感谢韩馆长放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说的是容易，做的真难的，我们还是有习气，但是碰到他我在他家住了17年，这个恩德很厚我没有退心没有还俗，这是他帮了我很大的忙图书馆成立了，他做馆长，这是有权有人有事他一把抓名他有了，这馆长权力也有了这个对我是个考验我能不能放下要不能放下就跟他两个斗争了，争权夺利了可是我一想，有人管事好吧，你就当校长吧，我来当教员。好，当教员不管事，整天头脑里面只有经文，所以这些行政事务他一手包去了，这好啊，太好了，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纵然由信徒们发心供养一个道场，我自己要来管的话，我也到不了今天有了一个家了，又回家去了，出家不又回家去了吗？那个麻烦就大所以一生开头不管人不管事是被逼出来的。
没办法给他争。尤其这个17年的照顾，这维系着我奖金没有中断，这个不容易，所以总存报恩心。都是好人好事啊，把我磨练出来呀。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到晚年了，好像福报显现，到处有人送道场，我要不要？不要，一点兴趣都不要，没有了。为什么？那个不是好事情。那个就像我过去一个同学在台湾大学教书，教了一辈子，傅乐成。也许老同学还晓得，到图书馆去了很多次，傅乐成，教历史，他是历史学家。成功大学这个开办的时候，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他做了一个学期，辞职，回到台大再去教书，碰到我，这个事情不是人干的。干了半年，这不是人干的。教书教了一辈子，叫他去管行政业务。他是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年做过台湾大学校长。所以读书人呢，那就是个读书人。真正读书人呢，不能搞这些行政业务。我方老师也是的，一生读书人。一生教书，也做过好像一届吧，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做过一届系主任，不再干了，所以读书心里面，只有圣贤，学佛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才自在啊，这才真正有受用。那我们到了这晚年的时候，这个都是佛菩萨安排的。你说到澳洲，跟澳洲这个部长根本就不认识。在布里斯班见了一次面，他出差到布里斯班，有人介绍他来看我，谈了一谈，很投缘，因为他是两个部长，是移民部跟这个多元文化部，多元文化就是团结宗教的，团结族群搞这个，搞民族宗教，那么就谈到我从新加坡来，在新加坡做团结9个宗教的事情，他听了很有兴趣，他就希望，当时就告诉希望我。能够到澳洲来，帮助澳洲的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我就答应他了，就这样的，就这么认识了，要我办这个申请永久驻留就移民的手续，这个手续在香港办的，香港领事馆办的。那么他告诉香港的领事，我这个案件限他2个星期办好，他很生气的，你什么门道，怎么拿我的上司来压我，很不高兴，可是他还是办了，2个星期在这边通知我，我就拿这个签证，不是在柜台，在他办公室。签证给我之后，在一起吃饭，我们聊天，聊了3个小时，这才完全搞清楚、搞明白，是部长这个善意，那么没想到的时候，在澳洲，这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澳洲人聪明，他们把这段事情交给大学去执行。这是智慧呀，因为大学是中立的，不会偏重任何宗教，
也不会偏重任何族群，所以学校来负责这些，这个正是很有智慧的做法，所以我一到澳洲就跟学校联系上了，给校长、给一些教授负责的管这些事情，跟他们认识，那么我还帮助他建了一栋房子。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在这个格里菲斯大学有一个中心，他们建了一个中心，这怎么送给他们？那么以后911事件之后，昆士兰大学校长来找我，我们这样子，又跟学校更密切的往来。那么学校诚意的邀请，希望我们帮助他把中国传统的这些教学的理念，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靠什么？叫靠教育，中国一切都是教育，叫什么？叫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叫这个，中国古时候这个教育是家庭负责，这大家庭，大家庭要不教，那人就乱掉了，那你家就败掉了，所以他家是个社会，一般家庭人口总在300人左右，这么大的一个团体，那什么有规矩还行吗？所以家庭教育非常重视。所以只有中国人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这个社会你讲得通，在外国不行，在外国的家一家几个人这不行啊，这个治家有本事，治国没本事，在中国治家的本事可以治国，只扩大一点就是，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教，而且在上古时代就已经重视胎教了，因为他这个根扎得多深。所以在中国过去的社会，中国人讲360行，360行不是数字，代表圆满，一年360天，它代表法的圆满，就是各行各业。所有行业里面哪个行业最自在？最舒服的，做官的。所以人都想做官，那做官就把书念好，你才能从政，参加考试，书都是自己家学念的，私塾是家学，学校呢就在祠堂里，祠堂每年只用2次，春秋祭祀，只用2次，一次顶多不过3天。平常都空的，所以学校就办私塾、办学，学校在祠堂里，我小时候念私塾在祠堂，这是中国培养人才，人人都受基本的教育。虽然女子没有去读书，但她都懂，大人都教她，她都懂，所以这个教育的时候可以说是在全世界这些族群里头唯独中国人重视，也许就是中国人是大家庭的关系，他不能不重视，从小人就教好，懂得孝亲，懂得孝亲就能忠于国家，孝跟忠是一桩事情，如果再有廉洁、礼义廉耻，他不贪污，这就好官了，政府就要这种人啊，所以汉武帝开始举孝廉，这个制度是汉武帝开始的，你看一直到晚清改朝换代，但是这桩事情没有改变。
替国家的这个选拔人才，那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事情，选的标准呢，就是他孝亲、廉洁，就这两个条件，国家把他选拔出来，成绩优秀，那叫他参加考试，现考，考取了就是秀才，秀才就拿到国家的俸禄了，就是国家养你了。你看了汉四训你就知道了。你考取之后国家就每一年给你多少米，大概有几十担米，你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了，安心读书。在更高层次去考试，参加省考举人，参加殿试，皇帝面前殿试进士，这做官。做官你看地位很高，待遇也不错。受人尊敬，没事干。说没事干，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所以做官的人是最舒服的。每个人读书人都想去做官。道理在此地啊。你看四库里头的吉部，那是文学，诗词歌赋文章，一半以上做官人写的。他没事干，在家写文章。写诗写词，游山玩水到庙里找找和尚找找老道聊聊天，他干这个事情。你想看那个生活，那像现在啊，现在360行最辛苦的是做官人，恰恰颠倒。所以陆克文做总理，邀请我去访问这个堪培拉，我到那里去了跟他见面。他端了这一大杯咖啡，浓咖啡，最后提精神的不够啊，一天只睡5个小时，累死了。当时我跟他开玩笑，我说现在的社会呀，干你这行的最辛苦，这干我这行最快乐，真是。真的，在从前做官时，真值得考虑。现在做官这么苦，你叫我考虑，我不会去考虑了，是吧？什么原因呢？我们价值观颠倒了。在从前，道德是第一位。中国古时候制度，士农工商，在民间也有阶级的，读书人地位最高。商人是最有钱的，但商人地位最低。不管在任何场合当中，商人位置在最后的。读书人穷秀才他是高高在上的。这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中国几千年长治久安，人民那么样幸福美满，是什么？教育。那现在我们这100年当中，满清亡国之后社会动乱不安，一直这个教育疏忽。所以现在搞得这么辛苦，在一切向外国人学习就糟了。孙中山现在讲得很好啊，外国只有机器比我们强，机器的发明比我们强，科学比我们强一点，其他任何一方面都比不上中国。这孙中山先生讲的，这个话讲得非常有道理呀。你要是听了他这个说法的时候，你就晓得，到外国就学人家很长处两样东西，其他东西。他要向中国学，他不向中国学，现在麻烦来了，现在不能不学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晓得，六合金真的理念比什么都重要，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这个理念重要，常常想到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性是变，一切众生皆是佛。跟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人性本善是一个意思，所以对于一切法都要尊重，都要恭敬，对一块石头一个泥沙都要用恭敬心，为什么？他那是自信变现出来，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自信波动变现这些状况，它是频率的关系，频率慢的
就变成石头，就变成矿物。那个这个频率快一点的，就变成动物，我们的肉身，就变成这。那更快的呢，就变成现在的无线电波啊，这些通信这些东西，这是最快的。所以都是频率不一样变现的啊，实际上完全是一样啊，通通都能够还原为波动啊，那就是万化皆空啊，通通能还原，全是波动现象啊。它这个物质现象是波动现象的累积啊，连续产生的幻象啊。所以我们相信这个量子力学是新兴的科学啊，我们相信的时候顶多3年就会普及全世界。因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相信地球上任何灾难，我们这个心态一改变，它就能恢复正常，给我们带来信心啊。这个灾难呢怎么办？有办法让它停止，有办法让它恢复原状啊，这个信息太好了。佛经上上几千人讲，没人相信的啊。现在佛经上讲，跟他这个一配合的时候，会产生信心啊。这个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在地球上可以创造啊。从哪里创造起？从六合金做起。六合金啊，从这个见惑同解。戒惑同修，从这做起啊，所以不能不持戒啊，这四个根太重要了啊，四个根扎好，我们不会堕三途啊。四个根没有，古人讲的三途有分啊，这个不能不重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的闲话呢受到此地，谢谢大家啊。